们觉得白菜最好吃的做法是什么呢？均匀的在每片叶子上都抹上盐，撒出水分。材料好像有点多，但是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。糯米粉加清水熬成糊，加入半碗辣椒面、辣椒粉，还有之前打成的果泥、韭菜、梨丝、虾皮，一点牛肉酱、白糖、水一调味，搅拌均匀就得到这一盆腌料啦。大白菜腌制差不多了，清洗干净表面的盐分，挤出水分。抹的时候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所有的地方都要均匀的抹到。密封冷藏上3天就可以吃啦。比起外面买的，自己用的料会更放心。平时用它做个菜，配面吃，配饭吃，味道都好极了。开胃口感爽脆的辣白菜，快就给你爱的人吃吧。